灿烂的烟花璀璨夺目，但美丽的背后却暗藏危险。老师整个炸穿了，天哪，这要真的是站在这个地方，那皮肤上就烫伤一大块。如何安全燃放烟花才能让我们免遭伤害？原来如此，烟花点燃之后，敬请收看。过年燃放烟花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当跨年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全国上下鞭炮齐鸣、烟花四锦的画面，就是新年到来的另一种象征。然而，在这欢乐喜庆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每年春节期间，由于燃放烟花而导致的火灾及伤人案例时有发生，给我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那么，这些危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燃放烟花，保证自身的安全呢？本期节目《原来如此》验证者宁元、杨杰将对烟花背后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展开实验验证，寻找美丽烟花背后伤人的原因，通过实验揭示人们错误的燃放习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过程中，和您一起探究燃放烟花的正确方法。为了了解烟花的生产过程，验证者来到了位于浏阳市的一家烟花生产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进入了平时外人无法进入的烟花生产区。烟花的生产过程是一项既复杂又危险的工作，不仅要求工人有高超的技艺，同时也要有很强的安全生产意识。这其中最为危险的就是烟花内桶的制作过程，因此这个步骤采用的都是单人单间的方式来完成。出于安全的考虑，两名验证者只能站在远处进行观察。就是这个咱们装好药的，就是说达到天上去爆炸的那个效果很好看的一个内容，它这个东西不能够说它就是烟花，它是烟花的一种，它有个外管，下面有发射药，把它推到高空爆炸形成烟花。一支烟花从地面到天空呈现出图案要经历四个阶段，首先是点燃外筒的引线，在短短的数秒过后，它会将外筒底端的发射药引爆，气力会瞬间将内筒送上天。与此同时，内筒的引线也会被点燃，待引线燃烧殆尽，就会将内筒内的爆炸药与亮珠引爆，呈现出各种美丽的图案。一般情况下，烟花被点燃后，内筒会被升到空中爆炸，但有时候一些人燃放时过于粗心大意，竟然将箱体倒立进行燃放。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会给我们的人身安全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危险呢？为了清楚地看到烟花倒立燃放带来的危害，两名验证者买来了假体模特来充当人体，并将他们摆成一圈。如果在他们中间将烟花倒立点燃，那么后果会如何？为了实验的安全，杨杰为宁元找来了专业的防护服，这种服装能够起到很好的阻燃效果，保护宁元的安全。那一切准备就绪了，你哪儿安全你往哪儿跑，到那边。那我就跑到那个房子里吧。房子里头，对，我一会儿躲在一个，因为我穿着防护服，所以我躲在一个稍微近一点地方。行，那你要注意安全啊。嗯，好，一定注意安全啊。他那个有风，点不着。快跑！快跑！快跑！张姐，哎，来了！山东，炮筒呢？烧完了，烧完了。已经炸完了，烧完了啊！
刚才我不知道你刚开始前面几个你看见没有？前面几个在地上啊，然后突然就崩到天上去了，一下就掀翻了，然后有一个就炸到我们旁边了。我们看到倒立的烟花在被点燃后，由于那桶发射带来的巨大后坐力，箱体瞬间被弹起并被掀翻，并不断地变换着位置和发射角度，无规律地向四周进行扫射。那桶弹地后，在假人附近的地面和半空中爆炸，亮珠飞溅到了假人的身上。为了清晰地看到假人受到的伤害，验证者将他们搬到一边仔细查看。烫到里面，就是直接撞上去了。对，衣服已经烧透了。对，裤子上这些炸的这些小点儿。对，这都是斑驳的小点儿，都是刚才炸。这也是，天哪，这也是。那我们看这个小孩，小孩还好，小孩还好，小孩因为他目标小的概率。你看这衣服上，都是这袜子炸的这个眼儿，哎呦。就是崩上去，这明显是崩上去，周围还有那个火药的印子，这太危险了。对，炸炸，每一个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受到伤害，这脖子上虽然没那么重。我们发现每个假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这还只是一箱小型组合式烟花的威力。如果将实验所用的烟花换成爆炸威力和范围更大的大箱烟花，情况又会如何呢？考虑到这次实验的危险性，验证者来到了专业的烟花燃放场地，这里有足够宽阔的空间可以满足实验的需求。为了安全起见，宁元再次换上了防护服。很快，两人将假体模特摆放好，并把烟花的引线加长到可以燃放30秒的长度。行，我现在这边绑，你现在往那边去吧，然后把那个掩体往后稍微拿一些。一会儿点燃了以后，一定要跑快一点啊。嗯，好。这回很危险，趴地上，走，小妞，快点，快跑！大家走我后面啊，站我后面。万幸，我跟你说，万幸咱没往咱这边来，站到了比较远的地儿。对，你看这个辐射的范围，它位置倒是没有蹦得太远。先放边上。咱们来看一下假人伤害吧，先看假人。这儿，你看，天哪！这都炸穿了好几层了，已经。你看这个比较严重，你看这个腿上。啊。你看腿上。是。还有这儿。因为它刚才主要是对着这一片放的嘛。对，然后你看这一件衣服上也是这上面都，天哪，没错，我觉得光看咱们离这么近的假人，但是刚才很直观的是我们看到它真的扫得特别远。没错，我们看到倒立的烟花在被点燃后，由于那桶发射带来的巨大后坐力，箱体瞬间被掀翻，烟花由向下发射变为了平射，一些那桶打到假人随后爆炸，另外一些内桶被发射到几十米外的地方爆炸。如果这不是实验，爆炸很可能对燃放者自身和周围的路人带来严重的伤害。由此可见，无论是小箱烟花还是大箱烟花，将箱体倒立燃放都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行为。它不仅会危及燃放者自身的安全，对周围的他人也会造成致命的安全隐患。因此，为了保证燃放安全，我们在燃放烟花时一定要在平整的地面上将箱体竖直向上进行燃放，并且要保持安全的燃放距离。2012年10月13日晚，在杭州举行的西湖国际烟花大会发生意外，本应竖直向上燃放的烟花却突然射向围观的人群。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很多人距离烟花燃放点过近，导致根本来不及躲闪，此次事故共造成上百人不同程度的受伤。那么距离燃放点多远观看烟花才是安全的呢？一旦危险发生，距离不同，伤害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这一次实验
两名验证者找来了三个假人，并把他们摆成一排，紧接着将假人距离烟花的距离调整为20米。这个距离是我们平时观看烟花时经常所站的位置。很快他们将把烟花对准假人直接进行发射，以此来模拟烟花发射时出现射向人群的意外情况。为了防止烟花在发射时出现抖动，宁远找来了一个铁架，用胶带将烟花固定在架子上。一切准备就绪，那么在20米距离下，假人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呢？完了吧，应该是完了，它有反弹，你发现没有？怎么会崩到前面来呢？先把这个拿开，看一下。那很明显，你看。啊，这儿。它这个烟都是在后面的。这个是直接撞上去的。天哪！嗯，这儿。你看，这儿有两个。嗯。这个。这边。这儿还有一个。嗯。你看，嗯、你看，这儿还冒着火星呢，这还冒着火星呢，还着呢，还有烟，对，对。天哪，你看这儿也是，这儿太危险了，这个。嗯。那我们先看这个吧。这边，是整个炸穿了。天哪，这要真的是站在这个地方，那皮肤上就烫伤一大块。对。很明显，这款烟花的发射距离远远大于20米，绝大多数内筒都在假人身后的空地爆炸。而假人所站的位置正好是内筒发射的范围内，一些内筒打到了假人的身上，反弹后在他身前爆炸。可见如果我们站在了烟花内筒的发射距离内，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受到内筒撞击和爆炸的双重伤害。大部分炸开的时候都是在这个田地这一块。没错，这边离人我估计怎么着还有10米左右呢。还有10米。对，那我觉得咱们再把烟花再往后移，再往后移10米，咱们30米再测一下。好，位置很快，验证者将烟花距离假人的位置调整到30米。那么这一次假人又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呢？好，把这个先拿开。好，走。其实感觉都是在假人附近炸开的。对，哇，有新的了。这个上面有两个，一个两个。对，我把它画出来，一个衣服上，这次是在两个袖子上。对这儿。对，然后这个是在腿上是吧？这儿还有衣服上没有了哈，两个，这个第五个，第六个。哎，你看啊，咱们按之前的经验来说的话，应该是离得越远它越安全。对啊，但是咱们第一次的实验的时候它只有7-8个，但第二次也没有并没有少很多，直线的减少。没错，那我觉得是因为刚才它那个花炸开的时候是在假人附近。对，它好像是打的这个位置。对，竟然是穿过去了很多。是，和之前的实验相比，我们看到这一次尽管假人所在的位置超过了烟花的发射距离，避开了内筒的撞击，但假人仍然在内筒的爆炸范围内，导致他受到了爆炸带来的伤害。在这儿还是很危险。在之前的那个就是离20米离得近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被这个炮弹给撞着。对，被烟花撞着，在这儿容易被炸伤，在这儿会容易被炸伤。那咱们再推远，咱们到40米的地方。对，我觉得把烟花再往远的移，咱们再试一下。好。3、2、1，40米开始。
觉得男人身上有没有新的伤害。刚才你喷烟什么都看不清楚，看不清楚。这样基本上没有什么伤害，你看。对。这边没有。这个上面也没有，这都是咱们画过圈的。对。这个也是。这一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假人距离烟花40米的情况下，那头全部在假人身前10余米处爆炸，假人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那你说如果我们正确燃放，嗯，冲上的，嗯，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离它近一点了？那不能这么说，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烟花这个毕竟是个爆炸物品吧，嗯，就是我们要讲究的是100%的安全，嗯，人还是要尽量的隔它远点，嗯，就是，嗯，按照这个烟花的种类的不同，嗯，跟它离它的远点，嗯，主要看说明。对，从这3次的烟花测放的实验中，我们发现，一旦烟花在燃放时出现导筒的意外现象，无论是站在烟花内筒的发射范围内，还是爆炸范围内，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因此，在我们观看烟花时，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一定要选择站在危险范围之外的距离进行观看。具体的距离要参照箱体上的安全说明。从之前的各类实验中，我们看到，一旦人们选择了错误的燃放环境和燃放方法，就很可能给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但有时，即使我们选择了正确的燃放环境和方法，仍然可能会对我们人身安全带来危险。2013年2月1日，一辆装有大量违规烟花产品的车辆在河南连霍高速宜昌大桥发生爆炸，导致宜昌大桥部分坍塌，车辆坠落桥下，造成13人死亡。据统计，在每年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伤人案例中，有1半以上就涉及超标伪劣烟花爆竹。那么假冒伪劣烟花究竟是如何伤人的？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伤害呢？为了找到答案，两名验证者来到了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在这里，工作人员为两人分别准备了1箱正规烟花和1箱伪劣烟花。很快，他们将分别把2箱烟花拆开。那么，2箱烟花的内部会有什么不同呢？你们看，这个总体的厚度，对对对，哦，差了好多呀，放一块来比一下，你们比比看，差不多感觉这个要是它厚度的1倍呢，2倍呢，对对对对对。咱们这样吧，这个正常，这个合格烟花咱们已经见了很多了，嗯，咱们去把这个拿到外面，咱们找一个安全的地儿，咱放一次，可以，行，好，好，咱小心点啊，那我抱着这个，好，走。为了清楚地看到炸筒这一危险情况，两名验证者决定将伪劣烟花的外筒拆下来进行点燃。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特意将烟花的底部用砖头进行固定，并把引线进行加长。3、2、1。刚才那烟是什么情况？它头已经炸出去了，整个炸断了。你刚才这3块砖是搁在一起的吧？对。然后你看，整个炸散了，砖都炸散了。对。然后内筒炸，这个外筒炸断了。这个桶底下直接炸断了。通过高速回放，我们看到，引线在点燃发射药的瞬间，由于外筒的厚度不够，无法承受发射带来的冲击力，烟花在地面发生了爆炸。那除了刚才我们做了这个危险的实验以外，这个伪劣烟花还有什么样的危险？这种不合格的烟花除了发生这种炸筒的情况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缺陷。嗯，正好我们有一批不合格产品需要销毁，那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好吧。好好好，来，咱们大家把这个烟花就这个不合格产品都放这里吧。对，摆在这边。为了一次性看到这些伪劣烟花在点燃后出现的各种危险情况，宁源决定将它们同时点燃。为此，他将这些箱体摆成一个半圆。在换好防护服后，两人分别将烟花箱体的引线加长到可以燃烧30秒的长度，并把它们两汇集到一起。这样一来，宁源一会儿在点燃引线时
只需要操作两次，降低了燃放时出现危险的几率。行，好吧，我们现在就连到连接好了。嗯，但等一下你点完火之后一定要迅速的撤离，那至少因为这是不合格产品，那不会说不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跑到100米以外啊。好好，100米以外，那你们先过去吧。100米以外，那我们先过去。那我们先走了啊。我们看到这些烟花不但没有外包装，有些甚至连箱体都不完整。那么这些烟花点燃后会出现哪些危险的情况呢？开始了，来，一边成。快！最后几圈，你看那个直往上冒，没有炸，直往上冒没有，太伪劣了，这怎么都没花出来？啊，有散桶的，杨姐，是吗？有几个桶散了，你们先停，那个冒烟的先把它浇灭啊！好，别动，先别动。能过去了吗？可以了。好，我们来过去检查一下，好吧？哦，这个都崩开了，你看。是，你看整个中间炸烂了。这就是刚才出现了。天哪！别碰，出现了散瓶的情况。啊，炸瓶了，散瓶。还有散成这样了，你看。这还有，这边也是散的，整个碎了。你看这儿。对，你看这个面都没有烧着，面都没有着。就是因为被别的可能崩过来了。对，你看这边，这个炸的啊，这个等会儿你看这边，你过来，你看这个这边一边追一有一半是没有燃放点燃了，有一半是没有点燃的。对，现在出现了点燃的过程中已经大火了。没错，就是等于说有一半灭了。这个情况，这个产品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到不合格的烟花产品在被点燃后出现了炸筒、低炸、箱体破损等一系列危险情况，它们一旦发生爆炸，很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财产甚至生命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不合格的烟花产品，远离伪劣烟花带来的伤害。从本期节目，验证者宁元、杨杰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揭示了在各种错误的燃放方式下，烟花可能带给我们的巨大伤害。为了自身安全，在燃放前，人们一定要仔细查看烟花说明，选择正确的环境和方式来燃放。同时，为了避免受到伪劣烟花的伤害，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烟花。新春佳节，合家欢聚，合理安全的燃放烟花，才能为节日的喜庆氛围锦上添花。